嗨，全家脱口秀，好运天天到。从今天开始关注全家脱口秀的节目，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苏台灯会苏州乐园跨年灯会季的夜场门票3张，每天2次，一共6张。关注全家脱口秀的官方微信，给我们发送任意内容，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幸运的礼物了。记住了，全家脱口秀，好运天天到。杨韵大擂台就怕你不来。各位好，我是古天乐。你少来黑旋风，你把杨韵放哪去了？李锤。好了，今天我请来一个人啊，个头跟你差不多，让你方便交流一下。对对，个头跟我差不多，方便交流嘛。OK 了，来，有请嘉宾，有请。赵一伦、夏海清、新东方英语老师，年轻阳光的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今天他们所挑战的是我们 MUN 美女组合，两位老师你们可要小心了，游戏指数3颗星。这个头跟我差不多，对吧？对对，可以平视啊，可以平视。哎，你好。哎，咱今天来不是让你来比英语 的，比英语我们比不过你，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比什么呢？我们要比游戏。哎，看游戏你能不能玩得过这些姑娘们啊？玩好了有奖励，如果玩输了咱们就有惩罚，好不好？惩罚道具马上就上来了。好，要 what's up yeah chicken out yeah goodbye， 为了配合你嘛，对不对？好，来我们看到吃东西，吃东西嘛，对吧？这个我们经常尝试了，对不对？ Hey man， 辣椒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就好。这多辣，就辣到你想死啊。好辣。然后有一个汉堡，如果你玩输的话呢，我们就往这个汉堡里面加满了辣椒，然后你深深的来上一口，没问题。然后你就 go to die， 好吧？挂了是吧？对对对对，当然了，你要赢的话我们吃，好不好？就要愿赌服输，对吧？可以啊，我们就开始第一轮的游戏，来。哎，你蹦蹦跳跳的干什么？看到帅哥就没有分寸。哦，我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哇，抽到的是 number one 一号游戏，来看一看是什么。游戏一。手舞足蹈，所用到的物品有计步器、头带和腕带。首先将计步器固定在四肢和头部，1分钟的时间内尽量晃动自己的身体。最后将所有计步器的数值相加，分数高者获胜。好，这轮游戏你们抽到的是手舞足蹈。接下来我就要考验一下你的体力如何。这么一个爷们儿应付一个小姑娘，用手舞足蹈，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直接搞定他。瞎讲吧，我们这边有体力狂魔，有没有？真的吗？我跟你讲吧，派出来一位大将，这造型出来吓都吓死你。大将，哎呀，开玩笑，我跟你讲，有没有听过锁金村杀马特？我想看看是谁，真的。来，快，看看谁有这样的名字。量子。哇，这发型有没有吓到你？哎呀，先开玩笑，水冰月有没有代表月亮消灭你？怕了吧？哎，你为什么不敢直视他？你害羞了吗？真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你离他远点啊，他妈一甩辫子，我跟你讲，你就五脏俱这样子，有没有信心？有。啊？有信心啊？好，加油！来，先从你开始。来，预备，计时开始。对。哇。继续继续，这是哪一个呢？好了，1个多小时，加油加油！哎哎哎哎，干什么？赶快回来！继续继续，这不是人体变化的啊！8 7 6 5 4 3 2 1，好，使，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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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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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别动啊，我来检查一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右手23，左手105，105，哟，左腿不错，144，
怪右腿更发达。152，最重要的看头上，76。好，最后我们来算一下量子的成绩是，哎呦，刚好500哎，啊，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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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特别好，500还不错，还可以，先休息一下。好，接下来轮到你了，我们的新东方英语老师，哎，请就位，来来来，好，预备，开始。哎哦，干什么？哎哎哎，掉了一个，掉了一个。这别动，哎、还有两个。这个别动，这个别动，我转上去。啊，动吧，动吧。哎哎。9 8 7 6 5 4 3 2，你时间到，停。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这只手也就是右手是125。好，我们看一下，这轮有点悬了。这边，哇，这边好厉害，这边厉害吗？怎么弄18个出来啊？这18。好，我们看看左腿，哇，左腿厉害了，124。来，好，我们看右腿，右腿给大家看一下。右腿是121，最重要，刚刚你用力甩的这个头啊，哎呦，还不如刚刚的姑娘呢。79，还不错，还不错。好，现在迅速相加之后得出的结果467。第一轮我们赢了，耶！轻轻松松，我还以为这个游戏女生不会占优势，没想到轻轻松松拿下呀。好了，我们还是开始玩游戏啊，来第二轮的游戏。来，好，我们看看第二轮游戏抽到的是什么呢？哦吼，9号游戏，来看一看是什么。游戏9，锤飞之力，所用到的物品有海洋球和电吹风。在 A 点将海洋球放置在电吹风的风口，利用风力将海洋球吹拂起来，并移送到 B 点，在 B 点交换电吹风。最终在 C 点将海洋球放入容器，1分钟的时间内夺者获胜。好的，这个游戏很好玩，这个游戏考验的是平衡性，对吧？而且武器边有一个这个手关大魔头啊，对吧 ？MUN 当中的露露 ，Come on， 露露。哇，他好高啊！什么意思啊？我不高吗？不是，你也高，我就喜欢你这种高度的。确实，我灵魂的高度2.35米，我跟你讲，露露马上要跟他对决，一定不要放过他。我不会的。2-0。我们就可以轻松获胜了，好不好？让他知道什么叫浓缩才是精华啊！对，露露会说英文吗？嗨，萨瓦迪卡。什么玩意儿？那是泰语好不好？什么玩意儿？好吧，那马上从露露先开始来。好的，好，露露准备好了吗 ？OK， 来，预备，计时开始。你看 ，OK 了，文俊 ，Come on， 第二个，我今天的这个状态太好了。好，再给你一颗蓝色球，状态极佳，看到没有？7、6、5，不急，4、3、2，时间到了，给我们留机会了，给我们留机会了。对呀、啊，最后着急了，其实最后一秒放进去就 OK 了，对吧？大意了，大意了吧？请就位，来加油，好，请准备，计时开始，走，不要着急啊，欲速则不达。我说他还是，哎呀，我刚刚说还是挺快的，看来，哎呀，看来我要用英语跟他交流了啊？怎么 ？Slowly。有一个可以啊，准掉了！喂，3、2，
一，哦哦，哎嘿，怎么可能呢？就看他每个都要掉了，但是每一个都进去了。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一轮你们赢了，好吧 ？Yes， 但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三轮。我们要把悬念留在最。